对不起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的。我才不会求救。嗯？喂，请问改变技术是利用心理学？什么是改变技术？这老师可你也敢讲？改变没有啦，不小心的。啊，日常生活中什么啊？怎么都讲？常见的使用改变技术，我用过好不好？像是老师在班级中，你做坏事了？什么啦？班级我怎么可能做坏事啊？或者是没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？的小朋友有机会再告诉你。给适当的奖励或者惩罚。什么事？好吃吗？那家早餐店？蛮好吃的啊。也是蛮多客人的啦，但是他们人生很。啊，给你吃吧。谢谢叔叔。你怎么会跟妈妈走丢啊？刚刚妈妈要带我去早餐店吃早餐，结果有一个男生把我抱，我以为是好玩的事情而已，就跟着他，我就不动了。叔叔，我三明治里面有小黄瓜。你这小鬼还挑食哎！全部吃掉才会健康，不敢吃的就是胆小鬼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不用上班吗？叔叔，你不用上班吗？
天真的比赛，每天一定要做的事，每天一定阿妈，你哪会来？还不先跟我说。啊，就恁阿舅啦，讲足久无见面啦，啊叫起来台北吼，踅踅佚佗佗的啦。啊，恁少年人是入去迄萨古拉斯吗？啊，所以我无甲你讲啦。啊，看你这种型，你是毋是无吃早餐啦？啊，我毋是讲过，要吃早餐才会有精神啦。有啊，我拢有食。好，佮讲你有食，好，佮再我帮你准备。来来来，来吃吃。哦，啊！你房间是安怎？好枪拍着，哈！啊，就是这石头啊，哈！啊，你这衫吼，安尼收收的啦，啊，无查某囡仔看到会惊死。我跟你讲，哦。妈，我等下家己收哦。家己收？你收到民国几年啊？家己收？我家己来啦吼。哎呦，你莫跟我动啦，我跟你收哦，紧紧啊，你啊，你落，我跟你收。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哎呦，我紧紧啊，我落来。不要客气啦，来啊来！哦，好。太谢了，好你搁甲我客气来。啊，这个是我儿子啦。大大姐妹妹有够好心的哦，啊，我第一破一口唔知啦，还橘子吼、哦，那个贵的呢，还是帮我捡的呢。啊，橘子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谢谢，我是说谢谢你帮我妈。你不要在意啦，欸、妹妹，啊你青菜多吼，不要客气哈。这好可爱哦、喔，我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儿子一个人住了，无聊了，真的啦。你们没有一起住吗？没有啦，我来台北几天而已啦。要吃吧，谢谢。你都是这个而已吗？有在现在会去捡来物件，啊，甲这无同款。啊，这吼、哦、就是迄头下迄个我家迄个迄早餐店的头家娘给我的啊。早餐店给的。啊。像我们这种人哦，还有什么人哦？看到咱哦，连插完哦，嘛不爱插完。不过伊吼，
每分一届拢会安尼笑笑啊吼，摕只物件我食。因食物件对因来讲吼是无路用的啊，啊，因准备要等下个。也毋过对我来讲吼，我也毋知影咧，我只有感激因尔。歹势啊，无代不起，你再讲遐尔济。还没有，就是有，就是又臭又脏的早餐店，没有人要买你们家的早餐，走开！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么小就当坏人，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个大坏蛋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又臭又脏，你要怎么办？你乱讲！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全家又臭又脏，你又要怎么办？还有。欺负别人是一件不对的事情，以后不准欺负别人，听见没有？小朋友，被别人欺负不要害怕，要勇敢说出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哥哥。去玩吧。给你吃吧。我记得转角早餐店今天公休。少年的，你人吃好不？其实也不是啊。这个早餐。叔叔。哎，小鬼头。谢谢你那天帮忙，叔叔。这没什么啦。等我以后长大赚钱，我再请你吃个超级好吃的早餐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去幼稚园了？嗯，跟叔叔拜拜。叔叔再见。拜拜。这小鬼头上。谢谢你帮我。什么？我说谢谢。可是
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楼下？就经过你家。为什么经过我家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会不会赶时间啊？可是你刚刚坐在那边哎，所以你刚刚到底在干嘛？哎，你有听见我说话吗？喂，我跟踪你啊！啊！我你搞不到钱啊！哦，死鬼拢是你啦！哈，哦，你这时间真也好老解衰哦哈！啊，看是做这条线要破了哈！啊，你啊偷配早餐，啊你啊偷配早餐哈！啊，你把青菜煮青菜拿回家，啊你吃还甜。非常的完美，不行，很重要，吃早餐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，而且我每天都可以吃到家里的早餐。找寻我们的初衷。